Welcome back to my flat. No, no, baby, come on. 不要嫌弃我咧，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量体重。咦，为什么今天96个？有一点点进步了。那这些，所以我就直接当水喝就对了。有了，我昨天有2个小时没有呼吸，所以今天我瘦了1公斤。减肥呢，吃东西是可以吃的，只是那个分量要控制罢了。是不是你讲？是。可是为什么你不肥？我肥啊。你肥毛线、啊、我肥的不明显而已。所以我是明显的啊，你是明显的。Okay, 你看6年前的我，弯蓝的那个戒指是什么情况？喂，戒指，可以嘞，我要快点回到这个6年前的样子。我要。哦，哎，有人啊！他们是 hungry 的。啊 ，video 一出了嘞，啊，就不一样了的。我就心想，我到底要不要讲呢？结果讲了就人来了。啊、放心，要好了 ，menu 已经好了 ，menu。menu 已经好了。你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影片哦，今天哦就已经start了啊。妈，你可以 order food delivery 了，你可以不用走出来去买了。嗯，早做一个 baby 早就等了路。可以不要这样懒惰吗？你已经很肥了哦。不是我吃出来的，是遗传，你懂吗？遗传。什么鬼？安大巴拉。哇！你猜猜看是什么？猜，用猜的。衣服对，哇，地心的衣服啊！哎呀，有地心的衣服啊！我有，你们没有啊？哎，还有一件哦 ，Tomato Odd。哇，我的好像狐狸鞋，应该是狐狸鞋哦。哇，帅的，这个应该是那个 K 老每天穿的那件红衣，穿了这种潮牌，你就要 act 到很像很潮这样子，就。我这样。用火纸是这样，用火这样。这迪青找我做代言人可以啊。6666，我完全可以取代 K 老的位置 ，K 老你可以走了。收皮啊！两位很小气的，我知道 K 老那边生气了的哦。你那边单独的。低清的衫啊！哦，低清的，啊那，不要穿阿姨，低清啊！你低清你什么意思？这么送我这样，然后送他这样，黑毒蛇啊，山顶黑毒蛇、啊，你像啊，我懒，他不懂林北是谁啊？我没有屌你，你给我拿这个来，我要这个。哎，他的复刻教育已经要倒闭了。他讲在超级还没有倒之前，他是不会倒的。如果有中哦，也是你的钱的中嘛。什么鬼？你的钱，因为你很让我讲这句话。对啊，超级的老板都跑路了。哇，又是他讲。不用紧，我问 Joanne 就好了。什么东西哦？我们丢给山顶黑毒蛇，然后低清讲了。啊 ，OK， 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哇，不可以嘞，你真的？什么？你不可以嘞，当然啦，你这个很像够力。这个是明明色的嘞。哇，连盒子都不一样，你讲你可以用吗？没有，我们看人送嘛。你讲你可以用吗？看人送啊你。哇，我真的很羡慕你嘞。这个没有灯的喂。有，按中间。按中间，中个咩呀？中间有的按哦。按中间。中间，哎呦。中间。你啊，一定要变单独的。七，最好是按中间有，还是按这个？哦，按这个啊。中间。有人按灯按这里的。哈？大 screen。哎呀，记得啊，来 UNDG 啊，他把我倒了，快点，再不买就没有了。EDM。EDM。EDM。
尼亚锅再配尼亚锅，好像真的是不错不错一下的。因为哦，其实哦，他们是暂时借助我先的。他们的现在这种大便哦，这种大便哦，只要超过一天没有清理的话呢，啊，不过这次真的是啊、，not bad 啊。以下我下面有一个 link， 我放在下面，你们可以去找哈。简单来讲，它是一个又能够消毒，又能够去臭味，又不会对动物有害哦。这个东西类似有一点像是吸尘机这样子啦，哈哈。然后把那些病菌全部吸进去，然后哎，病菌就会死在里面啦，大概是这样子的东西。好，这个东西呢，就是拿来喷那个啊，那个消毒水啦。他们还是定期 sponsor 我一些这样子的东西，拿来给我喷在狗狗猫猫身上，这样子哦就可以帮那些动物啊去臭味啊消毒啊，因为动物也要消毒嘛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都要消毒的，现在啊大家真的是应该比较需要这样子的东西啊。link 就在下面，你们自己去看啦、啊。好。哇，感觉凉凉的，真的不臭一下，真的可以考虑啊哈。Wow wow。我今天呢要去见啊一些很特别的人啊，这些人有几特别的呀？特别到哦，是跟 Steve 有关的。今天我要去见的这两个人呢，噔噔噔。嘿嘿嘿，怎么不笑成这样？我今天要去见两个人啊，这两个人跟你有关系？哇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再来见谁？我去见你的前女友。怎么你们有联络的？没有啊，突然间讲要见我，两个都是你前女友。哎，我这样多前女友吗？哦，你所以那两个都是老婆之前。是不是很想看这是长什么样子的嘞？不要看。OK， 我带你们去看。嗯，没有错，他们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好像是你先的，他先，哇，他先呢，好，这个来自巴都哎，这个姓啥应该？哈 ，Steve， 嘿嘿嘿，是不是 Steve 的眼光很不错？嗯，这个 Steve 家新的两个美女，我认识他的时候他15岁。哎，真的嘞！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才15岁哎。啊，我认识这个的时候也是小小啊，这样矮。最好这样矮。嗯，不讲都不懂啊，20多岁，26、30岁哦。真的。这个也是差不多要30岁啊。嗯。多年龄可以讲出来。哦，不可以的呗。可以。啊，我们的灵儿还是单身噶。真的，好介绍一下。来来，要怎样的男生？来，怎样？怎样的？征婚有钱帅妈的，这样肤浅的妹你。多少才叫有钱？怎样？有2块钱的就可以找。可以追他了。啊，Let's go，Let's go！ 我站在你的国家，穿着 hoodies，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。我不会因为天气转变改变我的形象，我的骄傲要。It's hard.